近日有网友拍到白百合带儿子与新男友吃饭，吃完饭后三人一同回家，关系看上去十分亲密。据爆料称，男方是张思林，是白百合大学初恋男友，此前两人也被拍到同框出行，但目前暂未回应恋情传闻。今年一月份的时候，白百合被拍到和一名灰衣男子齐现身，随后有人爆料这名男子是白百合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前男友张思林。其实两人已经不止一次被拍到了，看起来感情很稳定的样子，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白百合被拍到和别的神秘男子同框，别人猜测纷纷。不过白百合和陈羽凡离婚后不时就有绯闻传出，不过白百合从来都没有回应过。其实两人离婚已久，找寻新的对象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不知道白百合会不会什么时候突然来个官宣呢？